Hello， 大家好，我总姐，今我们说的群台，今天我们人来到了，这边是位于大理这边，这边好像是大理要往雾峰的方向，比较接近雾峰，对不对？那这一场我们从没见过，因为我们很少会经过这一条路。那这一间呢是第一次来，那既然都没来过，就来这场玩一下，来吧，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这一台呢会想玩，是因为它上面有一只公仔，这一只从来没见过，它是那个 X 战警的金刚狼，就不知道那一只里面到底长得好不好看，不知道。但是它不是夹送，所以那个也是要很运气。我们就刮刮看，即使没刮中，刮中其他的东西也 OK 啦。我就先带个位。哎，那里有一个洞哎。对啊，我就是要把它补过来啊，就是要补这个洞。能不能拖一下？哎，直接溜下来，然后这个点，等一下，只能稍微推到一点点。来，指这个，哎，这一台我相信可以出蛮多的，只要东西都带出来之后，应该可以跟他玩。只是要先带一下，因为我们在打之前，你看它前面是空了一个洞，也许是被打过也不知道。那我们就先带位，先花个钱拉个位置，然后等一下再打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完美。然后这个再逆一下，哎，要少一点。嗯，刚往前就有了。哎，因为现在那个洗衣球应该是比较动，那个动的应该会难度会增加。但是我可以先动前面，我们现在做得很漂亮了。哇，可以吸啊！直接正门这一个，还在撑，还在撑。对啊，直接拉后面。那边那一堆只要过来，然后那一颗麦克风也可以过来。开了开了，然后这一个，你干嘛？你夹那个袋子嘞？这袋子啊，可以。可这只恐龙有需要先打掉吗？平台哦，可以留着一下。哎，哇，现在怎么东西都没过来？有点难带啊。对啊，因为那一个，我们那一个算是我们的墙，有点挡住我们的东西。来了。对啊，好，先这样，捏一个小袋子。哈哈，哎呀，他还丢了一下，意外吗？有点意外，但是麦克风这只恐龙不知道，先带出来再说。哎。好像可以吸耶，没得吸。恐龙，可以呢。我觉得吸可以吸到出尾，只要一个角度对。来，再吸，再吸一下。
有了，来这一堆，因为洗衣球确定要先留着，来再逆，哎，射，全包外丢啊，等一下，全包有了，哇，这一个太扁了，不好吸，对啊，哎，它反而大一点的东西好吸，来呀，不然直接打到后面去，哎，这角度可能会比较好哦，后旁丢回去，哎呦，哎，直接出，有吸到哎，哎，这样也不错，来直接甩后面，那一个捏到就出了，它会往前顶。哎、欸，再出一个。嘿，北麦，那这边我逆一下这一个，好像不用理他哎、欸。是吗？对。这个就没办法了。哎呀、啊，包下去，再拉一下这边，我们看能够出几个，因为就最主要我们是要拼那个刮刮乐嘛。欸，镜头哦，你说下面那个红色的、哦？对啊，之前想要打都扶不起来。哦，这一台可以扶哦，只是如果可以直接，不然我先包后面那个把它撞出来。能不能让我直接插到？他那一只，我们刚刚打过去的那只熊卡在上面了。差一点。嗯，尴尬。哎，恐龙出来喽！哎，有机会哦，他那个过去补后面，但是这几样出完应该差不多了。他怎么没有往前打、哦？哎呀、啊，这个应该是吸不了吧？不然全包。嗯，吸不了，全包，全包。对啊，那这个能不能出来全包外丢？感觉它感觉很重哎、欸。哦，对啊。再过来一点。出来了，出来了。拉个。下来了。哎，拉个东西过去挡一下。往那里有风打。对啊，躲在后面啊。全包啊，好像包不到哎、欸，太大颗，嗯，太大颗，无限枪位，对啊，有有，哎呀，再包一次吗？再包好了。可惜，刚那一下，哎、欸、有，有，哎、欸，哎，中了啦！对啊，
但至少感觉蛮有机会的。回不去了啊！翻！哎呀，差一点，对，差一滴滴，只是要真的很刚好那个角度啊。哎呀！哇塞！哦哦，出了出了！哇，那最后没了，练好就收。好吧，因为我们的重点真的都出完了，我们真的要最主要是那个金刚狼。我们来算一下，我们总共出几个？好，我们总共出了。八样，那八样的话可以刮八个，因为这边有写加一刮一。嗯，那我们就刮八个，刚好一人四刮。那我就先来哦。哎，六哎，六开头。没了没了没了。六十九啦。哇。没关系，再来。第二刮七十五。没有，应该没有。后面是二的。对啊，七十八，三三。哇，没有，差一个。都差一点点。嘿呀、啊，来换你四刮。六开头，六十四。哇塞。怎么这样子？哎呀，他的六开头应该快刮完了，五十六，四十八，哇，二十二哎，啊怎么没有二十二？啊不就二开头了？好，刚好跳过二号、三二、六二、五二，就是没有二十二。好了，没关系啊，至少我们真的有实际，真的是努力的去尝试，但是还是没有刮到那个金刚狼。嗯，那没关系啊，如果有机会，下次再看到再去试试看吧。那我们再去玩一下下一台，来吧，我们来玩一下下一台。这一台呢，我就拼个四。你看这边有一个加四兽加三加四，我要拼这一台。气矿麦，甩符，甩符，上面是不是有点快？嗯，觉得好像单板有点高了。哦，天地啊。哼。来，再让我点一下。哎嘿，哎呀，那这边再带一下。各种上来，那我这边再拉一下。先补好。对，我们把那个位置补好补满。中。那个洞呢？对啊，但没关系，我们先逆。哦，哪里？我以为是吸出来哎，没想到竟然是丢回去，但至少爪力强了、啊。有了有了，可贵。哎呀，还是更加太轻了。这一个嘞？我后面是要先带一下，再带一下，是不是要挑轻的打？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它轻的可以略吸啦，像前面这个也可以略吸。哦，我就先把这个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刚好加四，这个是修剪器。哦，哎，有了。那你刚刚那个怎么喷成这样的？没有，这个太轻了。这个我觉得它太轻，它是一个迷你的钥匙圈，超级小。这边拉一下，这是加三个了。哎，两个吧。哦，是啊。哎，两个，两个。这个多段前推扒一下，但是我们要再带一个东西啦。挖出一盒公仔。公仔哦，公仔的话吗？有点困难。对。因为我原本想说是后面那一个小东西。
但是这一个，这个送的哦。对啊。难道他会直接脱钩？试试看。感觉会脱哎、欸。这是什么东西？好像看似蛮像手电筒的啦。脱，哎呦，脱了一下。我们刚刚算了一下，出了三个了，剩下的最后一个。虽然说我们刚刚那一个金刚狼没刮到，但是这个就拼拼看吧，因为反正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可能是被前面挡住。嗯，除非吸到脚，吸到脚应该就出来。前面那一个延长线有点挡到。对啊。哎、欸。哇、哦，它超小哎、欸！嗯，一次甩两个，出一个，看出哪一个？这个是手电筒，手电筒。哎呀，我觉得它会脱钩啊！对，我也觉得它会脱。还是它可以吸？应该可以啊，略吸略吸。达标加四，因为我们这个目标好像也没有在往上，它没有加五、加六之类的。来吧，我们刚刚想说去旁边寻了一下，哎、欸，好像没有特别的，那我们就继续玩这一台吧。再加一个三吗？如果顺的话，可以可以。是最低是三。对啊，它最低是三。这个，但是这个比较小，它东西变少哦。对，东西变少，其实。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点了，然后我这边带一下。哎，还是说我们其实不用说一定要执着于那个三呢？哎，有出就好，其实也可以，也可以轻松打就好了。哎呀，哎，这可以，可以，哎，这来这来。对啊，然后这一个，那是什么贴好？这个没看过哎，但我现在这个是不是有点挡路？这一个，挡到你的枪位了。对啊，这个再拉一下。这个。对啊，所以就看能不能飞过来。偏重。三孔的，这是车充吗？我觉得我直接抽这个，这样子，看能不能插得到这一个，直接给它插下去。然后，后面那一个铁盒。够几盖？虽然我们好像只差二，哎、欸，有了有了，延长线，有需要吗？好像还不错啦，还不错，还不错。那这个要捏宝吗？捏宝吧，应该是捏宝吧。喂。只打铁盒就比较尴尬，铁盒我们只能靠补位啦。这边它轻到可以吸啊，直接外丢。啊，这个怎么办？甩打是可以，但是我先小吸一下。吸不起来。嗯，吸不起来。这颗好像有点重哎，因为这一颗没看过。把它打回去了。对啊，来啦。拼拼看了、啊，拼拼看、啊。哎呀！哎呀！那虽然说后面那个八八八其实也蛮想打的，刮不到了吧？嗯，吸吸看。哇塞！太小。没有，他 hold 到吸星甲了，他要整个把它 hold 住了。
超轻啊，哇塞！拉一下，拉一下。洗，真的好像也吸不起来哎。嗯，吸不起来。对啊。它好像只能吸那种四四方方的东西。反正它太软了。嗯。它好像是那种纸巾类吗？对啊。洗脸的那个纸巾啊，哇塞！放弃吧。哇，这个我们最后打这个东西打到200多。那它保夹多少？保夹是800多。因为它中间有开了一点点，所以那个吸力有点偏弱。你都不把那个白色打下去。哦，对啊，来了。吃多一点的啦，我们打这一个打得比那个可能公仔还累哦。这样嘞，脱不了啊。嗯，脱一个，哇塞！尴尬。就我们为了拼那个山，刚刚就想放弃，不要、哦。看起来头就挺矮呢。这没办法，你看我们这样一直吸也不是啊，然后捏它只要扣了一点点。也不行，不行，这个就有点无奈了。这一波，好 ，OK， 打了一个小小纸巾，打到快600，结果我们打其他东西都少少输，就唯独这个纸巾，但这个纸巾太尴尬了、啊，因为它那个爪子中间有开了一小节，它吸力有点偏弱。既然就遇到了，为了拼那个山，然后打了一个蛮高的金额，那没关系啊，那我们去密台组拿那个夹送，最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好，我们这个夹完了，这次我们中夹这样子吧，一小地，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都没有夹到。今天我们原本来这一场，然后玩那一台刮刮乐，重点是要夹那一只，那个叫 X 战警的金刚狼，因为金刚狼那个 X 战警的公仔在市面上真的比较少见，而且那一盒哦，那个多大？应该有40-50公分哦，然后就运气不好，我们夹了8个，然后一人刮4个也都没刮中，任何一个奖品都没中，所以今天运气是真的不太好。然后最后呢，来玩一下这一台，前面这4个很顺，但是后面这3个呢不顺，然后最后一个更不用讲，最后一个打到比平常去打那个金针公仔还要多的金额，这一包打了快600，因为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试着要捏宝，它吸啊也不太行。它只能很刚好的，我们刚刚最后出是真的很刚好的多，那如果再多一点点的话，应该扎实吃到又是丢回去，然后不然就是吃太少吸不起来，所以打这一包非常之尴尬，就没想到这小小一包打到快600，心有点小寒了一下，那没关系啦，至少我们最后一个完美的结束，加个3也不错，来吧，今天总共就加这样子吧。这个时候想要抽什么呢？我们就抽，我新货啊，你没有讲我忘了呢，我至少要打到这一颗。对，这一颗是那个埃及达人后面新推出的，它是写双镜双画面即时监控，因为这一颗在市面上好像也算蛮少见的。对啊，我们目前询问很多娃娃机店，好像这一颗也比较少看到。第二颗、嗯、然后还好这次打出来，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心情开箱，因为刚最后一个打的有点多，哇，心里哦有点失落感，那我们就这一颗留给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吧。嗯，这个抽奖就抽这一颗埃及达人的新货双镜双画面的摄影机抽奖送给大家，那这一颗的抽奖码在片尾，大家看一下，喜欢的话请点拜拜。